主料：新鲜猪肝500克。辅料：姜、蒜、酱油、糖、醋、木耳、胡萝卜、青椒、蚝油、红酒。淀粉：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木耳泡发，胡萝卜切片，青椒切块，姜蒜末，酱油醋白糖调一碗，料汁备用。猪肝切块，用酱油蚝油适量红酒淀粉腌制。热锅凉油，先将胡萝卜和木耳炒至备用。热锅凉油放入腌制好的猪肝，倒入刚才调制好的料汁，少许红酒，小火焖一会儿。倒入刚才炒制好的胡萝卜和木耳，再焖一会儿。待汤汁快收干的时候，倒入青椒段生，适量盐调味，装盘开吃。烹饪技巧：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